被学员问到跑步练不练心肺，我就准备一期来说说这个问题。大多数人说的跑步其实就是慢跑，你慢跑的减脂心率来说，基本是练不到心肺能力的。心肺功能我一个一个说，先说心。有氧倾向于提升心脏的容量，而无氧提升心脏壁的厚度，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个提升的是排量，而另一个呢提升的是涡轮增压，它是有各自的专项性的。比如大部分人的跑步强度来说，提升的是耐力，如果是愈激烈运动，比如说搏击、篮球等，但慢跑的心肺功能其实就没太大作用。运动员基本练的都是短冲、间歇跑等。再来看看肺，提升肺活量的关键在于什么？在于喘。你越喘，你喘气越多，更多的肺泡就会参与进来，肺就慢慢实现了扩张。那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拿一盆水憋气。而无氧和有氧只要能让你喘，都能提升肺活量。而又回到最早说的，大部分人的减脂心率区间其实强度和速度来说都是不那么喘的，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慢跑对于心肺功能的提升非常有限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评论区里留言。拜拜。